他的成绩也不错， 17胜5负。 哦，漂亮。 1比 1比2 3比2 多拍的相持，其实这个球红队前面正好是有一个板边，三四，哇，漂亮。 还有，哇，质量确实，还有，哇，漂亮，质量，没错，哇，好球，6比8，非常关键的一分，哇，没有能够打上，继续干主动上手啊。 哇，好球！发点上去，漂亮，更稳定一些。对，再来，哎呀，可惜了。直接拧正手，还在，哇，厉害厉害！ 这个打的，现在知道是第10了。又在这儿了，你看这个球他就关键球，好的，这就算是，看薛飞还能不能坚持第一局这么打。如果还能坚持第一局这么打，其实还是有的打。嗯。 哇，漂亮！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薛飞状态太好了。今天子阳提到的，现在直板的这种打法就是已经很先进了。对，哇，好球！你看，三点，这球击，带回了。 哎，哇！再来，5比8，下场，哇，漂亮！ 这球回手抽直线，还是特别是在第一局没有能够把握住那样的一个好机会的情况下，好球，好球。 上台了，再打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运气，嗯，还没有慌嘛？我感觉他在战术上、执行上。
重新调动一下。哇哇，好凶啊！就是僵直，哇、哦，漂亮！好球！漂亮！漂亮！还有没打上？效果确实非常好啊。嗯，感觉从这局来看，这些确实和范有常的这一块问题。哇！几分啊？看能不能把握住。还是各种的。好漂亮啊！因为有进步很大，因为他，11-7，我学飞拳是硬转，看这来，漂亮。哦，漂亮。又玩，救回来，好的，主动的上手，薛飞的发球，有很大的领先优势，哇，又来，又来。哦，漂亮、啊！没有能够成，赶紧记下来，赶紧记下来。哇球！哇！一断之后，感觉马龙重新把专注度找回来了。嗯、对。11-3、嗯。哇。嗯。对了，嚯、哦，还有，漂亮，没有能够打上这一次，没，这球是漂亮，好球，呀，不严重，哇，哇、哦。好球、啊！好的。嗯嗯。哦。独白相持，哇哇，这球其实还行，这龙队也跟上了，嗯，好球，10-5，薛飞又拿到了这个局点，我五个局点，11-5，啊，是7-5，我们来看第。对的，已经是悬崖边上了。嗯。好的。嗯。保险就会有一些偏差。双方各自特别占优的是，薛飞在反手得分上是25，龙队是14。还是多拍相持。现在球台一直在互相的调整。嗯。
的发球，哇哇，发关键那一球，长的，好球，是，再搓一个，对，呜，在台上，哎，漂亮！看看决胜局会采取什么战术，雪飞，太最紧张了吧？对，其实就是每一个球感觉。哇！我还是结束。没错。哦，这一下还在台上。紧张是。哎，还是长。看。容易了，哇，滚网之后救回来，哇，没打到，太赚了，好球好球，哇，哎呀，没打到，对，好球，漂亮，哇，救回来，没打到，好的，测试，哎，这样的话，恭喜马龙，12-10，13-15，7-11，11-3，5-11，11-9，11-8。龙队今天其实打得挺辛苦的，雪飞真的给他。